这炒饭看着还真挺香的，这牛肉串。你说这咋说？说跟他妈妈做了一个味儿，巨高的火，啪啪啪崩出来的。晋达广场，然后有一个夜里边出摊了，这是一个散摊。你肯定在吃葱味儿，嗯，那个葱味儿比较浓，葱味儿还补。你看看，别放一块儿哦，还有这是这样的，哇！果然在蘸这个面包糠，在下锅。对，一边番茄，然后一边是这个咸的这酱，双边酱，这是拿纸包的最有感觉了，真的。啊，这边东西还真挺多的，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的自发型的一个集市。啊，这是长沙臭豆腐。哦，长沙臭豆腐。来这个吗？有点有天津的臭豆腐。啊，就这种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它这种吧。啊，来这个。啊，别来黑的。行，天津老油啊。这炒饭，我感觉应该仨要一炉子，你不要要一命，真的，妈都想吃啊！你看这儿还挺多的，可以选的那个，有一个那叫嘛，挺多的，老干妈的，你吃过吗？没有，来老干妈。哎，它这有俩锅，一个是铁板，一个是这种锅，这是炒什么呢？炒饼哦，这边炒饼，那边炒饭哦。多少钱？让老板给讲讲，为嘛这个米饭他们炒出来是一粒是一粒的？隔夜饭啊，哎，有的隔夜饭就炒不出来。哦，还得吃蒸米饭的时候放点油，这一下就全都粒粒分明。这炒饭看着还真挺香的。你看看，你说就这炒饭，绝对不是。天天起舞在这铁板上。起火，这鸡排看了吗？就巨大一块，好吃吗？我觉得是好吃的，因为我吃过。它这个外边这个。糊刚才现蘸的，然后蘸了特别多的面包糠，所以你吃的时候它特别的焦。然后它这个酱，老板这个酱呢，反正一边啊，一边番茄的，然后一边蒜蓉的那种，它是甜咸两种酱，对，两种酱上嘴里有一种复合味儿。对，这牛肉串，你说那咋说？哇，我咬完之后，你看这里边这馅儿，能看清楚巨大一块牛肉，一共应该是三块左右，哇！但是就是嚼着有点那种。反正吃牛肉嘛，它多少都感觉有点这种，是吧？它这个牛肉应该是拿那种像蒜什么的腌过，你吃到嘴里边有股那个蒜香味儿。嗯，哎，啊，现在想尝尝这，这不算是那种不是老味儿的，就是味儿不是那种味儿了，嘛就是嘛，对，有嘛是嘛，有嘛就是嘛，因为这点儿。对，嘿，这是你闻着味儿着的。对，老干妈蛋炒饭，你看看。因为老板在那炒的时候，这味儿就已经飘到我们那个，飘啊，飘过来了，飘到炸串儿来了，对，一眼就看上了，这他妈就像爱情，对，爱情，来吧，我陪伴你一下吧，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无法忘记你容颜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种，它是铁板炒出来的，然后非常的有那种锅气。你吃上去，你反正自己家里边是绝对炒不来这种味儿的。那底下还有这个洋白菜，哇、哦！我还吃到一冒着热气，吃到一豆豉又特别香。嗯，因为我们俩刚踢完球，所以想吃口热乎的，拿这些吃的，然后我们去找另外一个嘉宾跟他会合，咱们一会儿见。我们现在在一个热乎的地儿，接着吃我们的炸串啊！对对对，我们的。那每次吃这种串，我特别爱吃就是玉米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天津喝羊汤，这碗22是吧？现在可以给你们看一眼啊，这里边这个炒饭就是粒粒分明，锃光瓦亮，但是你并不觉得它会很油，它真的是那种没有一粒米饭是挨着的，就每一粒米饭都是分开的这种，这是拿铁板炒出来的，层次分明是吧？这个炒饭不放老干妈应该也挺好吃的，就单要一个蛋炒饭。我给他提点营养，你尝尝老干妈好饭。就这个季节喝羊汤，就是有种那个不时不时的感觉了，特别的时令那个。太大了，这季节你不喝羊汤，就感觉不是这个季节。对，这个也是烤串里边我必点的，然后这回这是炸的。哎呦，在这学校，烤小菜，炸小菜。哎呦，在这学校。羊尾尖儿，我来一块尝尝。那个绝对脱骨。哎，这羊尾尖儿弄的是可以，
再配口米饭，再配口米饭，我操！奈何自己没文化，一句卧槽走天下。二爸推荐的炒饼，说跟他妈妈做了一个味儿。骂街的啊！我这说像骂街吗？哎，姐，我们俩要没在这儿，你说你在这儿来顿打，你说多冤枉，都不知道怎么人打的。我尝一口啊，这个。老爷子，这是就饭馆做的那种嗯，就这种有锅气的东西，你吃第一口呢，知道它是拿这种。就是巨高的火啪啪啪崩出来的，你看我泡这个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这个太那什么枸杞是吧，那里边抓了一大把枸杞，我操我操我操，自然阳肾，这个是我这叫邓硬的，这玩意儿这怎么着也弄一口啊，这个这逮一口吧，哎这它这个羊肾有一层酥皮，但是里边它不像今天中午吃那涮羊肉，你可以涮得很嫩，它里边稍微有点咬合力，有点梗，有点点老，嗯，挺好吃的，这个挺好吃的哈，踏实的把这点夜宵吃完，然后咱们就明天早点见了。